Tin Woodman, are we going to see the wizard for real soon? Yes, and you will meet more than one. Mr. Ginger, are you ready to help Mr. Scarecrow now? <coughs> 原来这位就是江先生。毛茸茸的样子甚是可爱。两位大人，别来无恙。Old Bell, fancy joining me for a cuppa later? You're still as refined as ever, Herman. 贝尔爵士，没想到这小小的案件把您也惊动了。会审公廨传唤我孙女作证，我陪她出席，不会给诸位带来不便吧？不会，当然不会。请问你就是巫师吗？是的。谢谢，爸爸和你说过的，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允许，不能随便说话。好的，此去先生。童言无忌，不碍事的。关大人，咱们开始法庭调查吧。证人西西，请介绍一下你所养的橘猫江先生走失的经过。Night, Mr. Tin Woodman, Mr. Ginger, and I went to see magic. After the show, Mr. Tin Woodman left to travel. Mr. Ginger and I took a pumpkin carriage home. On the way home, I fell asleep and I woke up to a noise. Then I found Mr. Ginger was gone. 那是枪声吧？Thankfully, Mr. Scarecrow found him later. 南瓜马车，稻草人，魔法，这……西西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喜欢用童话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当然。西西。What does the noise that woke you up sound like? It was a really loud noise. Could it be the sound of gunshot? A loud bang? No, it wasn't a bang. It was a dong dong dong. 哦，是钟声。很响的咚咚咚声。难道是报时的钟声？ Sissy, how many bell sounds did you hear?这能记得。Mr. Ginger, do you remember? Neither CC nor Mr. Ginger remember. 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当然。CC,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e magic show that night? 七点。那个钟声的时间是七点，留下弹痕的时间是七点。Someone stole Miss Witch's cards, but luckily she had enchanted them, so she could call their names without even looking, and the magic worked. 哦，对，应该是九点。他这个是发生在案发之后，因为是把被害人拉出来枪决的那个时间。猫跑进去的，对，应该是8:45之后，也就是九点。Then the flowers into a dove, it flew away. 蒙眼猜牌，纸牌变花。这是茱莉亚的魔术，妙手生花。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当然。西西。Can you tell me about Mr. Tin Woodman chopping wood? Mr.
is 30 and wood man has a sharp axe that can split any wood. After the show, he took his axe to chop wood so Cici could stay warm. 这次完全没听明白。Cici, can you explain it to Mr. Scarecrow in a simpler way? After all, I haven't got a real brain yet. 我来解释一下西西的话吧。表演结束后，乔夫贝尔有工作要处理，就让司机先送西西回家了。原来是这样。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当然。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pumpkin carriage? A pumpkin carriage is simply that. A pumpkin carriage. Mr. Scarecrow, haven't you tried one? Well, I guess not. Cici, is the pumpkin carriage pulled by horses? There is no horses. Of course, Mr. Coachman can do magic.He just spins the wheel in his hand and the pumpkin carriage flies. 坐汽车啊？啊，我明白了，是汽车。阿福，你对西西的证言怎么看？只要把证言与这份证据结合起来，就能知道江先生走失的大体事情。Cici, do you know what is this?Is it Miss Witch's picture? Did she perform magic for you on the night that Mr. Ginger went missing? Yes, she did. Miss Witch turned the card into flowers. 江先生是在魔术表演散场后走失的，也就是晚上8:45以后。他被关入地窖的时间不可能在这之前。而晚上8:30时，沈先生就已经被捕。的确、关大人，贝先生，那个打开地窖暗门的人才是真正的凶手啊！对于辩护人这一主张，检控人可有话要说？辩护人的质疑是合理的，这次是我输了。贝尔检察长，我可从没见你在法庭上认输啊。江先生这一线索的出现推翻了我之前的全部逻辑，即使命案发生在晚上8点，进入地窖的人也一定会发现。那个女人给我打来电话，看一下啊，就不用本仙做自我介绍了吧。、听不出本仙的声音，岂有此理。本仙乃流云界风真君，数着日子这海灯节就快到了，什么时候来我家吃个饭？礼物就免了，想带朋友来也尽管带上。你我相识至今，你的为人我信得过，你的朋友自然也不是不能一见，人多热闹嘛。那见了面再聊，别让本仙久等。好好好好，一定一定一定。挂了。此人却没有任何表示，这不符合常理。元色，你以前没在法庭上输过，这次的经历也算是一种收获。贝尔爵士，关大人，既然老贝尔发话了，我们就给案件画上句号如何？贺大人和莫关想到一块儿去了。那凶手会是谁呢？那就请被告到公堂前来吧。这个手法已经确认是事实了。那凶手会是谁呢？
这个人真的很可疑。这个巡长真的很可疑，凶手会是谁呢？这一系列下来，确实有可能，他能组织抓捕，然后他也有可能知道那个什么的密道。就看他有没有不在场证明了。虽然本案的真凶尚未归案，但被告身上的嫌疑却已洗清。诸位若无疑义，本官就下判决了。华人沈仲平涉嫌持枪杀害华人吴松涛一案，本官对被告沈仲平的判决结果为无罪。可心姐，我们终于……为什么是战败音乐？这一仗可真不容易，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为什么是战败 BGM？辛苦诸位了，这次庭审就到。且慢，这个声音是先生。庭审还不能结束。哦，大的要来了。因为本案的真凶就在庭审现场。沈先生，你已经知道真凶了？请关大人下令暂时封锁此处，否则还会有命案发生。但这可是来劲了，来劲了！上海道台由此权限。你且说出嫌犯姓名，巡捕房自会将其控制住。此案不仅仅是抓出凶手那么简单，另有幕后主使藏在暗处。哦，还有幕后主使，那就说得通了。这起案件并非确实都说得通，孤案你确实是应该是有幕后主使的，不然的话跨度不会那么大。他与我追查了三年的旧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近日甚嚣尘上的大盗案也有关联。沈先生，本法庭的管辖权仅限于你涉嫌杀害吴松涛一案，无论是指控真凶还是检举大盗，都请依步旁边的巡捕房，经巡捕房查证后再由检控人提起诉讼。不可，如果此时结束庭审，必定再次发生血案。贺大人，要不先按照沈先生的建议把这里封锁起来，待他所指控之人收押后再解封也不迟。关大人如何确定他所指控的人就该被收押？以防万一吗？二位大人可以将我一同收押，如果沈某弄错了，愿承担诬告陷害之责。何大人，人命关天的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关大人决定就好，那就委屈各位在这公堂里再待一阵子。来人，封锁会审公廨所有出入口。报告，会审公廨已经封锁，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出入。有劳了。正，说一说你的分析吧。阿福和文小姐
对凶手作案手法的推测是合理的。那把手枪也的确是我从212号储物柜里取出来的。此前身为嫌疑犯，我的证言不被采信。现在诸位应该可以相信，有人在利用巡捕房的抓捕行动陷害。由于行动是保密的，栽赃能成功必然满足两大前提。其一，栽赃者掌握大盗案的线报，并借此促成了抓捕行动。其二，栽赃者有机会把枪藏进剧院储物柜中。既掌握大盗案线报，同时也有机会把枪藏进储物柜的人，似乎只有他。废弃的举报信，巡捕房有大量废弃举报信，这两分难道他真的是收到线报？不对，他收到线报。哎呦，这不好说，但是应该是他没错，一定就是他。这怎么可能会是陷害沈先生之人？是本官听错了吗？大人没有听错，是我指错了。我再想想。既掌握大盗案线报，这游戏有指认环节的时候一定要整活。什么？你认为栽赃沈先生的人是你？是贺大人？贺大人看起来特别的严肃，而且总觉得他有点针对先生。一派胡言。贺大人贵为英国驻上海副总领事，怎会屈尊去陷害你家先生？贺大人，这少年信口雌黄，不知天高地厚，您切莫放在心上。哼！来人，将辩护人徐福兴拖出堂去，重责50大板。大人不可，阿福只是口不择言，绝非故意诋毁。我这是为了他好。谁在阻拦，一起受罚。情深意重，沈仲平陪阿福一起受罚。沈仲平因体力不支倒下，最终阿福替沈仲平走上了寻找幕后真凶的道路。看来也没找着。好家伙，隐藏结局。不是，我的心思被制作人拿捏了，是制作人的心思被我拿捏，就是他做了好多东西。如果你猜一个就是能有一点点关联，他都会生成有一点点剧情，做的还挺细的。难道是贝尔爵士？那天晚上贝尔爵士有不在场证明。我再想想。既掌握大盗案线报，同时也有机会把枪藏进储物柜的人，你认为是我自己栽赃了我自己？一时情急知错了。我再想想。既掌握大盗案线报，就这个游戏指错了也特别有意思。辩护人，你是说栽赃沈先生的人是你自己？我只是在挠下巴而已。阿福，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再想想。既掌握大盗案线报，同时也有机会
这既掌握大盗案线报，这阿福，指认嫌犯事关重大，还是应该更谨慎一点。先生，你说的对，可能前面庭审的时候紧张过头了，我现在脑子有点转不动。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一次。阿福最终也能为能找到真相，沈仲平被判无罪，几日后他们被发现在宾馆的血泊中。好家伙，命丧宾馆，隐藏结局还真有意思。这游戏真的戏，掌握大刀案线报，这游戏真的戏。两个条件都符合的人只有辛格巡长。我就知道你们会把脏水泼到我头上。你是说在五巡捕说出那几句证词时，你就意识到自己暴露了吗？案件发生那天晚上，我们接到命令，晚上7:15在灵秀剧院集合。到现场才知道，原来辛格巡长接到了线报。行动之前，辛格巡长就检查过那些储物柜了，都是空的。你就是在检查储物柜的时候，把枪放进去的吧？我说，你真以为这种拙劣的套话技巧能让我上当？你不过就是想报复而已。辛格巡长，秘密抓捕行动的安排应该只有你和参与的巡捕们知道。你又是其中唯一独自去过剧院的人，不是你放的枪，还能是谁？以恒河的清流为师，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追踪那个狡猾的大盗。我是接到线报，恒河水这么脏，都是因为你。辛格巡长，可否展示一下线报？给你看看也无妨。9月14日晚8:30，沪上密客将在灵秀剧院储物柜交接赃物。线报没有署名，上面的字都像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这张纸条的样式与先生收到的那两张纸条完全一致。不知这条线报是从何而得的？那是机密，我凭什么告诉你们？提供线报的人很可能就是杀害吴老板、陷害沈先生的凶手。你不想抓住他吗？你，辛格巡长，请公开线报的来源。作为检察官，我有权了解这一情况。那是悬赏信箱中的一封匿名信，仅此而已。看在天神的份上，我说的是真的。是那凶手太狡猾，用假线报误导了我们。敢问辛格巡长，14日晚上巡捕防控组织了几？这个不对，说不通。他们收到了大量的举报信，而且很多都废弃了，为什么单单会选这一条来相信？一次抓捕行动当然只有一次了。这就有些奇怪了，既然悬赏信箱中的信件能引发抓捕行动，那为什么这件证物没有？我曾听五巡捕说起过悬赏大盗案线索的事。悬赏发布后，我们接到了各种各样的举报，但大多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反而给调查平添了许多困扰。我自己也见到过几封信件预测9月14日大盗的活动。敢问辛格巡长，这封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以至于在这么多线报中只有他引发的抓捕行动呢？这哼，我担任巡长多年，自然有自己的判断。辛格巡长具体是如何做出判断的？一般悬赏信箱中的信件都会留下地址，因为举报人的目的是拿赏金。而这封信件上什么也没留。经验和直觉告诉我，这条信息可能是真的，所以我安排了抓捕行动。辛格巡长基于经验采取行动，倒也无可厚非。唉，我恐怕是被凶手利用了。沈先生，你还有其他要指控的人吗？请抓紧时间吧。这封信是新证据，我需要再仔细观察一下。辛格巡长的理由似乎也说得过去。先生还在怀疑他吗？事情没那么简单，看看能否从信上找到些蛛丝马迹。九月，他很像上面的邹朝下的简报，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印字才乱七八糟，报纸油墨味纸。不是他自己的帽子吗？灵秀剧院背面的图案是你的帽子啊！的确如此。难道写匿名信的人在暗示什么？这纸片有加工补绘的痕迹吗？没有，都是油墨印的。你记得哪些报纸刊登过我的照片吗？哦，我明白了。这份举报信，照理说应该是案发的那天他收到的，但是这个简报上来看，这个帽子的部分是案发次日才发布的，所以这份匿名信是第二天伪造的，第二天之后伪造的。想起来了，是那篇。侦探沈仲平昨夜遭逮捕，持枪闯剧院，究竟为哪般？那答案就显而易见了。辛格巡长，你出示的匿名信是伪造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匿名信上的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这一张尤为特殊，它的背面画着我先生的帽子，并写有持枪二字。他
来源于9月15日《沪报》上的一篇报道。侦探沈仲平昨夜遭逮捕，持枪闯剧院，究竟为哪般？这恒河的水哦，是越来越浑喽。纸片的背面怎么会有我家先生被捕的新闻？报社，写匿名信的人来自报社。沪报是日报，当日印刷，当日售卖。即便是报社编辑，也没有办法提前一天拿到报纸。信哥，是你杀害了乌松涛吗？你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辛格寻找你，我素不相识，只有那日下午在洋货铺中有过一面之缘。你不会平白无故栽赃于我，除非有人指使你这么做。不是的，没有任何人指使我。那你为何要陷害我家先生？我承认了，是我干的，这一切都是我干的。肃静！辛格巡长，你为何要杀害吴松涛？我有把柄被他捏在手里，他几次三番威胁我，我就杀了他，灭口。那你为何要陷害沈先生呢？因为他是完美的替罪羊，又正好被我遇上了。这倒是能说通。贺大人怎么看？既然辛格巡长已经认罪，就交由巡捕房收押吧。等一个，且慢，这案子几经周折，终于要真相大白了。不，那还不是真相。沈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辛格巡长只是栽赃陷害我之人，但不是杀害吴松涛的凶手。沈仲平，我已经认罪了，您还想要怎样？按照文小姐和阿福推测的作案手法，辛格巡长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不可能分身去洋货铺杀人。那会是谁呢？要这样的话，能够了解洋货铺密道的人，是他？为啥？没有其他人有可能了。还真是，排除了一切可能性之后，即使再怎么不可思议，这也都是真相，是吧？这怎么可能？辛格巡长的不在场证明，我好像的确听巡捕们说起过。可是，如果辛格巡长不是凶手的话，那凶手又会是谁？凶手熟悉洋货铺，知道地窖的存在，也清楚吴松涛藏手枪的位置。更关键的是，我再次见到此人时，此人身上多了一处痕迹，是在作案过程中产生的。熟悉洋货铺，身上多了特殊的痕迹，难道这个人是？
我才不要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是凶手，还是再想想吧。熟悉洋货铺，难道是先生？阿福，都这种时候了，你怎么还会觉得沈先生是凶手呢？对呀，为什么会？熟悉洋货铺，身上多了特殊的痕迹。我肯定弄错了，还是在熟悉洋货铺。难道凶手是李小姐？从第一次庭审的情况来看，李小姐是有不在场证明的。对哦，她离开剧院后一直和那个记者程守臣在一起。我再想想。熟悉洋货铺，难道凶手是贝先生？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约瑟是凶手，而真正的凶手身上有一处典型的痕迹。还是在想。二位如此犹豫不决，我认为没必要再等下去了。关大人，既然辛格已经认罪，今天的事就先告一段落吧。下官也是这么想的。那就请巡捕房将辛格收押，并解除会审公廨的封锁。案件以辛格被捕收场，他被送到英国审判，不久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看把他高兴的。熟悉洋货铺，先生，我知道了，丁香姐才是真正的凶手。没错，杀害吴松涛的人，他刚才好像那个跳舞的那个动作好像是科目三，是不是？他刚好像那个跳舞的动作好像是科目三。怎么会是他？丁香，请到案前来吧。给大家添麻烦了。我伤痕是手上那个吗？庭审是什么样的才过来旁听的？丁香，对于沈先生的指控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沈先生说的对，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老板肯定是因为雇了我才死的。我经常搞砸事情，让他不满。我还是个倒霉的人，总是给别人带来厄运。我真的很后悔。啊，是这样吗？如果我没有去洋货铺工作，老板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什么佟掌柜的逻辑？沈先生，你确定丁香姑娘是杀人凶手？她看起来很内向，人畜无害啊。丁香姑娘，我很好奇一件事。我听说初次现场调查时你也在，并且协助巡捕清点了现场物品，但巡捕却没有发现书房中有地窖。吴老板真的没和你提过这个吗？我不知道，我才刚来到洋货铺不久，一切都还在慢慢适应中。都怪我，工作不够努力。如果我能赢得老板更多的信任，或许
或许他就会把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了。沈先生，你有证据能证明丁香是凶手吗？阿福，你注意到了吗？什么？在丁香的身上有一处痕迹。哦，是在作案过程中产生的。怎么产生？袖套、眼神、头发。说到伤痕，就是这里，右手的茧痕，手腕上的伤，右手的虎口处，拇指和食指内侧，虎口处，拇指和食指的内侧，枪茧特征。左手手腕各一圈伤痕，呈粉红色，周围皮肤肿胀流水，这是冻伤的初期症状。哦，干冰，干冰留下的。这里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手上这里的这个叫什么，右手的茧痕，这个能代表他其实是枪手，这个人很可能是杀手，经常用枪，要么就是那种军人出身，反正是经常用枪，枪剪。但是这个不是新的，这是老的这个伤痕，不是新的。但是这个一指认一下应该会有剧情，应该是关键是指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先生，我知道了，丁香姐的右手有明显的枪剪，表明她是善于用枪之人。他工作了没几天，吴老板就遇害了，很可能是为了杀人而去应聘的。观察得很细致。不过善于用枪不等于用枪杀害了吴宗涛。把其他地方也讨论一下吧。先生，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丁香姐她戴的是假发。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总感觉丁香姐的胆怯是装出来的，她在隐藏自己真实的性格。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这处痕迹，这处痕迹。沈先生，这丁香姑娘，大人莫要被她的表面欺骗了。我认罪，像我这样不祥的人，本就不应该留在世上。关大人，既然沈先生所出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女孩有罪，今天的事就先告一段落吧。嗯，那就请巡捕房将新阁收押，并解除会审公廨的封锁。是不是那个什么科目三？是不是科目三？在丁香的身上，丁香姐，如果你不知道书房中有地窖，那你手腕上的冻伤是怎么回事？丁香姑娘手腕上还真有一圈冻伤，难道她也跟江先生一样接触了干冰吗？时值九月，天气尚暖，若不是接触了干冰，丁香姑娘的手腕上怎么会留下冻伤？
不知这干冰是为何物啊？干冰是二氧化碳凝固的产物，很罕见，主要用于保鲜和制作汽水。干冰温度极低，接触皮肤会迅速升华，带走热量和水分，形成冻伤。这是几天前我帮老板搬鱼时不小心接触到的。在自愈周期的不同阶段，冻伤伤口的外观是不同的。我是指沈先生你们来的那天上午。不必再撒谎了，丁香姑娘。丁香，帮我招呼一下李小姐。我们来拜访时，你的手上并没有伤痕。不仅我见到了，武巡捕、李小姐和阿福也都能作证。先生到底是先生，当时丁香姐的手上还真是没有伤痕的。事已至此，你还不愿卸下伪装吗？这种内向人设还真是不适合上法庭呢。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那天下午在洋货铺中，我就注意到你右手虎口有明显的剪痕，这是长时间握持枪械的典型迹象。你果然很有趣，难怪名气那么大。先前是我拖大了，可惜当时我只是觉得奇怪，却没能产生足够的警觉。直到我发现你乔装来到庭审现场，才完全证实了心中的猜想。什么猜想？你是受托杀人，目的是灭口。那么沈先生呢？我为何要来这里？杀人的目的还没有完成。得手之后，你本可以远走高飞，却反而冒险来观审的理由只有一个。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这么聪明的脑袋，好想打开看看。来人，快，快将那丁香拿下！大人且慢。我还有话要问他。沈先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过我只和死人讲真话。如果我没猜错，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我哥哥命案的真相。仲，这段时间你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认为当年案件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四天前，巡捕房大牢。好家伙，臂包已切换为沈博安遇刺案。赶紧抓住越狱，吃饭了。来，存个档。